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杨。我们现在打区居第二的区入，这个是孔雀石的地狱级哈。那这边一样带大家用定真式出号机，也是 Ava 配置要来挑战通关哈。那这边的话，龙克你要怎么带都可以哈，没有弓前盾，所以13号机看你有没有带朗枪都 OK。好，第一关两只炼技小怪，基本上就轻松转轻松哦。好。第一关可以稍微把心消得干净一点点啦，因为第二关是不能消到心的部分哦。好，来这边不能消心，我们就去叠，用一个基本叠珠，看你要直的叠、横的叠都可以。OK。好，然后再来是会突袭你，把四颗水珠风化哦。那这边的话，稍微去处理一下，这边要大于等于七康哦。好，这样子三层叠，哇，他拆散我的另一个康波了，有点可惜。好，再来是九康的红绿灯。还好这边红绿灯没有刚好在那个上面，不然会很尴尬。好，这边就先加减转一下哈，不要连击是没差啦，对 ，AT 立场都还会保护你哈。好。OK， 如果这边没有办法像我版面这么好的话，就等到那个13号机跳起来，开13康下去就好了。好，来这边我们把 AT 立场恢复，然后开一下真理。好，然后我们只要把这个浮石撸过去，哦，这个是真式的队伍技。你只要撸过去，它的那个石化状态就会解掉哈。这边就直接带走。好，来接着这边的话，回复归零，这边也不用担心哦。那个 AT 立场一样会帮你挡哦。好，对，转珠迷茫，因为我这一回合其实只是要等凌波跳起来而已。没有真的要打他的意思，可是他这么急着送死的话，那也没办法了。来，这边直接炸就过去了哈。好，再来第六关，这边附加消除，来，我们先一扛给他。好，然后直接变身下去哈，把这个状态解掉就好了。好，他是三回减攻80%，然后越战越强哈。来，再来是点燃盾的部分。来，点燃盾这边，我们把其他招式给它开下去哦。好，开这个就好，开13康就好，基本上这招就够了啦，就是直接硬灌过去就好了。好，这边直接带走。来，再来会引爆木，增加自己的防御哈。来，这边增加了50%，然后好，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，还有锁技一回合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直接用这一个回合去转就好了。OK， 好，版面其实超级完美，这样子。啊，他这个是金固啊，所以没办法，好吧，那最后就来虐待他了。好，这个是定真式出号机，也是全 Ava 配置通关的版本哦，来给大家做参考。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